历代志下第三十三章一节，玛拿西即位的是年十二岁，在亚罗撒冷做王共五十五年，伊行亚华眼中所看做歹的事，而外邦人所行迄个可恶的事，就是亚华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所赶出的，佮兴起伊的老爸希西家所拆毁的山头段，佮为巴力起段做阿舍拉的偶像，佮敬拜侍奉天顶的万像。在亚华的殿内起段，亚华把记这个殿讲，我的名要永远在亚罗撒冷。五节，伊在亚华的殿两个院内，为了天顶的万像起段，佮伫便欣论的山谷，予伊的子儿经过火，佮看掉头、用法术、行邪术、立高鬼的请西公，行真侪亚华眼中看做歹的事，激伊的生气。七节，佮伫神的殿内徛雕刻的偶像，神物对大卫佮伊的子所罗门讲：我伫以色列各支派中所敬的亚罗撒冷。甲即间殿要安置我的名直到永远。以色列人若执守来尊敬我，托摩西所吩咐因一切的法度律例典章，我就无阁予因以撒离开我所赐予因列祖的地。九节，玛拿西灭绝犹大甲耶路撒冷徛起的百姓，直到因行歹。比亚华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所灭的列国搁较上重。十节，亚华警戒玛拿西甲伊的百姓，总是因无要听，所以亚华和阿述王的军长来攻击因，用刀交着玛拿西，用铜链绑伊带到巴比伦。十二节，伊伫患难的时就恳求亚华伊的神。搁伫伊个列祖个神个面前极其谦卑，伊祈祷亚华，亚华就应准伊所求，垂听伊个祈祷，予伊倒来亚罗撒冷，伊完坐国位。玛拿西即正知干那亚华是神。十四节，一日了后，玛拿西伫大卫个城外，对山谷内基训个西边，直到西门口起城墙。威势恶飞烈，这个墙起真高，搁伫犹大这坚固的城内设立勇敢的军长。十五节，搁除掉外邦人的神像，甲亚华殿内的偶像，搁将伊伫亚华殿的山，甲亚罗撒冷所起的遐段，拢拆毁，迄伫城外，搁起亚华的祭坛，伫坛顶献平安祭、感谢祭。命令犹太人服侍亚华以色列的神，百姓却依然伫山头大献祭，干那献了亚华因的神俩定。十八节，玛拿西其他的事，甲祈祷伊的神的话，甲圣殿奉亚华以色列的神的名敬拜伊的话，拢记伫以色列这王的记录，伊的祈祷，甲神怎样应允伊。伊未谦卑以前的罪过过犯，甲伫啥物所在起山头段，设立阿舍拉，甲雕刻的偶像，拢记伫何塞的书记。玛拿西甲伊的列祖同困，埋葬伫家己的宫内。伊的囝阿文续接伊做王。二一战，阿文即位的是年二十二岁，伫亚罗撒冷做王两年。伊行亚华眼中看做歹的事，而伊的老爸玛拿西所行的，祭拜侍奉伊的老爸玛拿西所雕刻的偶像，无伫亚华面前，亲像伊的老爸玛拿西家己谦卑。这个阿文所犯的罪，哪犯哪大，伊的心不背叛，伫将来杀死伊。但国民杀死遐背叛阿文王的人，设立伊的囝。约西亚续接伊做王。